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色调，经常用来画尤加利叶子。DS142 瀑布绿，加上和尔白因316薰衣草紫，加上和尔白因299绿松石蓝，加 DS101 群青玫红。最近在刷这个脱胶本，已经快刷到末尾了，现在也跟它和解了，尽量不画太多细节，画出来效果还可以吧。这妆主要画它的形状和简单的晕染。脱胶纸吸色快，而且不容易叠色，很容易颜色混得比较脏，所以我一般只画一到两层。最近新入手了一个特别便宜的调色盘，非常适合画自然系水彩。家里的温度真的很高，手机高温预警关机了都不知道。这个构图画得有点靠上，所以我下面又添了几个小叶子来作为点缀，来平衡一下构图。现在看画面只画一层还是略微有点单薄，所以打算把暗部还有一些叶脉再添一添，让它更丰富一点。如果是一张没有问题的纸，我可能会画五层左右，但是这个脱胶纸的话，我一般都会画到两层，最多到三层就结束了。在画第二层时，颜色一定要浅。看这个构图还是有一点空，所以我又加了一点印章。印章真的是平衡构图的神器。这个真的超简单，可以画起来了。